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工作。神奈川县横滨市关内站招聘政社员3名，主要是做建筑材料检查，每天8点到下午5点，每周日休息，月收入20万到35万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面试。我们公司的面试是135上午11点，24、67下午1点。面试的当天可以在1楼领取一张食品券，是可以免费用餐的。面试的当天就可以知道结果。另外可以领取一张入管局开活动外许可的证明，面试的地点是神田站，徒步5分钟，电话在下方。